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原优一，你们也可以亲切的叫我阿姨。给阿姨倒一杯 cappuccin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海。我是你的笑场啊。色带鱼，你们也可以亲切的叫我弟弟。前段时间我们在网络上一直炒 CP 嘛。我不要，很多很多绯闻。确实。我们今天就来辟个谣，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还有人来编垃圾？咋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确实我们在一起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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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对，我没有想到大家能这么催，本来是想要公开的，但是没想好怎么跟大家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。对不起。我们就算是官宣了，也不会影响我们出各自的视频，这个大家放心。放心。看到我们自己的视频下面有互相刷对方的，就我们合作的视频没有关系，随便刷。确实。但是我们各自的，像我的搞笑视频，他的鬼畜视频，虽然已经快没有了，大家适度玩梗吧，好不好？跟观众老爷们商量一下，我们也不是有意要瞒着大家那么久。毕竟感觉关心我们还挺多的，现在就出来跟大家说一声。大家催的实在是很紧啊，就私信爆炸，评论爆炸，弹幕爆炸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视频不单单只是这些而已。是的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的。问你个问题，你想当爸爸吗？想。你喊我一声爸爸，我就当爸爸。爸爸。不是，我今天带你去个地方，那我们就直接带他去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来来来，跟着我走，来来来。哎，不是。走了走了啊，好没吃了。我为什么要拿寿桃啊？像默默的脸似的。做那个分娩体验，看一下安全警报对它能不能做。还有对电过敏症。你过敏吗？我过敏，对你过敏。啊？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泰然自若。哦，你觉得你能撑到几集呢？大概12、13集。一共才10集，快要。没问题。没错，今天带他来的这个挑战就是分娩体验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生过嘛，所以看看他感受如何，有好戏要看了。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我觉得以后全能叫出来。你要想叫出来可以的。我贼能忍。哎，你看看那个熟悉的颜色的沙发，六道来过，赤脚鸡来过，老谭来过，你要怎么这个柱子空了，是不是都挖掉了？真的。我的沙发已经坏掉了。六道来过，赤脚鸡来过，老谭来过。那我开始了，我有点紧张。这个是停止键，如果中间坚持不住的话，就拍他，好吧？加油啊，看好你哦。这是一级吗？还没有到一级。还没有痛吗？在挠我，哪个像电动马达在肚上震？就这个，记住他现在的话。我看到你表情有点狰狞。我表情不狰狞，我表情很安详。到底怎么一级就是这样子？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大对。两度二级。我他电我。他在电你。哦，电啊。不过听说这个好像还没有到姨妈痛吧？直接比骨裂还要疼。我电过哦。怎么了？现在是几级？现在是三级。到了吗？没到吧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两集吧，我看看。说话一副北京味儿。啊，三级了，三级了，三级。感受一下姨妈痛，痛吗？不痛，还行。啊，真的吗？他换那个地方痛。肌肉，你也开始出汗了。我好得很。强度四级。宫缩。别缩我呀！哟，哇。你要不唱首歌？唱歌你不如要我命。想点开心的事情，什么事情让你开心？我现在生无可恋。哇，我感觉我内出血了。哇，好痛。强度五级。啊，哇，我不想生了。啊，不行，一定得生。它有可能加快吗？人到十级有个证书啊。上一次六道来的时候，他们来体验两次，第一次就到七级，第二次才到十级。他七级，我也七级。你不是说你要十级的吗？十级小意思。不紧张，泰然自若。哦，你觉得你能撑到几级呢？大概12、13级。哎，这个表情有点像那个。压死嘞！强度六级。哎，我看他们视频说呼吸都是种痛，你痛吗？我不呼吸。哎呦，坏的嘞！吓得我走不了。
你看看你把我吓疯了，把他耳环吓掉了。哇，这个我不行，好不行。加油，你要摁吗？我搞个八就挺好吧。好，行行，努力到八级。你不是说你最能忍疼了吗？都是汗，全是汗。我现在感觉我在被火刮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种零食，就像刮一片肉一样。真的啊，这么疼啊？强度八级。你真的要摁了吗？直接有证书，大家都会给你点赞，100万播放，有没有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，还有两集啊，还有两集。哎，你想想，张伟跟吕子乔，吕子乔都可以忍到十集，他有张伟的陪伴，都可以忍到十集。你想想，张伟换成我，有没有好一点？难度九级。哇，还有一集，还有一集，加油！现在还疼吗？我失去了语言能力。刚刚像零食，现在像啥？现在像有一群虫子在我肚子上蚕食。已经准备好证书了吗？ Surprise！ 我可没说。你可以的。证书十级。哦哦。哦，最后一集。第一次十级成功。啊，十级不是四十五秒，太好了。伸出来了。伸出来了。哎，太不容易了，下发回来了。谢。还想再试一次吗？还想再试一次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你坐一会儿。你证书里面可以写名字的。写写写写写，现在就写上吧。我来替你写啊。好嘞。我感觉我已经要去世。来看看你的孩子。嗯。好看吗？还挺成熟，不然戴着眼线，头顶但没有身体。你就是我怀胎8分钟速产的早产儿，委屈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你看你头脑这么大，将来一定很发达。你看你没有肚子，你就不用承受这种切身的痛苦了。宝贝，叫一声爸爸。爸爸，8分钟的煎熬，我值了。我曾经一度也以为自己是个非常能忍痛的人，因为当时骨折做手术嘛，麻药没打够，我就以为那个是正常的做手术的痛度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嘛。然后我就忍着那个痛，一直忍着，没有跟医生说，我就攥着拳头嘛。下了手术台，回到病房里，我的拳头就没法挣脱开了，完全没有想到生孩子更加痛，感觉我正在被一群食腐动物抱着肚子啃。经过今天这次体验，我们得出了一个道理：妈妈太辛苦了，妈妈太不容易了，因为实在是痛地很，感觉像上刑场一样。因为我现在手在微微颤抖。你现在还在痛啊？我现在是后遗症，我现在就是产后抑郁。我现在抑郁的手都开始抖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你生出来的孩子太丑了吗？对，我生出来孩子就是头。大家看到我这聪明、勇敢、机智、善良，还有一个荣誉证书的份上，你们给我点个赞，再点个关注。如果点赞过50000，我们就带这位姐姐去挑战一些刺激的事情。那么这期视频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那么我们下期。